在我身上的一个工作。那神在我最难过最不堪的时候与我同在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那个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将我们的生命敞开，将我们完全交托给主。无论我们是在高山在低谷，不要怕，信主的人都有这个应许，就是马太福音，不是大卫的那个应许那个家谱，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预备起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希望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话，也在今年鼓励着大家，成为大家新年的一个展望。南港堂要得地为业的，南港堂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，要谨守主道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带领着我们，使我们刚强壮胆，愿我们一起进入神赐给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。我说了，那个无形是我们，无形指的是我们生命的丰富与神同在的一个生命，生命迦南美地，生命进入迦南美地，家庭进入迦南美地，工作进入迦南美地，侍奉进入迦南美地，得着上帝的丰盛，那个叫做牛奶与蜜的生命，愿神赐给大家，也愿神大家得着以马内利的生活。不管是现在的侍奉，将来的侍奉，家庭在今年的展望，都能够有着牛奶与蜜的生命与生活跟服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不管我们在高山在低谷，你应许不撇弃我们，你并且你应许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确实，我们承认我们人是软弱的，主啊，我们有时候难过流泪，主，但是你从没放弃过我们，你在我们不堪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勇敢的敞开自己，主啊，听你的话语，并且跟随你。谢谢主，愿你今天将愿你将刚强壮胆这四个字赐给约书亚，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好叫我们紧紧跟随你，道路都不偏离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各位弟兄姐妹。